早安，现在已经七点多了，天都还没亮。前几天下大雪，这两三天的天气非常好，出了大太阳，所以呢，造成我们的地面呢现在都结冰，实在是有点难走，很容易滑倒，好像那个冰场一样。前面就是二条市场。它里面现在很多海鲜品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已经有很多店都没有开了。这间店七点开，我七点十五分到，已经要排队了，很夸张。